人景荣啊，拼命上台，掌声欢迎！我们要逼景荣带他的家，就是他的那个露营车嘛，来去旅行。那第二季有更多，除了露营车之外，还有很多行旅住的资讯，当然还有我们的生力军的阿 Kimi 一起加入我们的主持团队哦。两个人有什么有趣的事要分享呢？来问一下，那阿 Kimi 跟景荣第一次主持合作嘛，有什么趣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吗？你说分享什么 ？Any interesting thing you guys work together time? So how do you feel? 其实我们两个合作的感觉是挺好的。虽然我们中文我们不是我们的母语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有like expressing ourselves 的那种问题，但是我们自己有默契，我们两个彼此有默契，所以还是能抓得出来。嗯，因为本来就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，因为本来就有一些默契存在的，而且就算是中文不好，其实当地的民众他们也不会中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用当地民众用英文沟通，其实也是很 OK 的。是第一年会那个当地话，我觉得很厉害，你很超厉害，来讲解就给大家听听当地的 local 的，是。在那个当地的超市的时候，对，我在买食物，对，买食物，什么空洞之类的，要说什么？要说全部忘了，真的，他都会沟通的，真的超厉害。所以他就是一个语文天才，到当地似乎就是当地的人上身这样子的概念，很棒哎。他们就是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特别。会不会去了这么多国家，回来一圈之后，什么语言都会了？最好是。那阿 Kimi 第一次接下这行脚主持人的主持棒，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很累？我觉得很辛苦，但是很开心的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幸运，可以去这些没去过的国家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很漂亮、很闪亮的人类，我觉得 you're so lucky， 而且很开心 的，而且可以跟那个朋友一起主持的话，我觉得更棒。那个柬埔寨，我刚刚看到有一段你在拉筋吗？在哭吗？是不是很痛？是不是超痛？柬埔寨有什么特别的行程？跟大家来聊一下。你有经验了。其实我们去柬埔寨之前，我对柬埔寨的影响不多，所以到那边我不知道我真的 want to escape。然后到那边发现他们的文化是很厉害，然后他们有很久很长很长的历史。是。那边的传统的。Shrines， 哎 ，Shrines， 因为中文怎么说不知道 ，like 他那个雕像啊，那个雕像，对，他的中文比我好，真的，对，他们有那些呢特别有味道，一直会想，没想到他们怎么做，因为是很久以前的而且那边的人是非常的友善，虽然他们东西不多，但是他们对我们是非常受欢迎。所以就是觉得这个柬埔寨大家都人很好，有看到很多很多历史古迹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是可以让你，就是会到台北，我们都会很 appreciate， 就是会觉得我们很幸运，我们感谢我们有什么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都很开心。那Kimi呢，在柬埔寨当中的旅行有什么难忘的回忆？你刚刚说有在哭的那个画面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五个的微笑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表演，然后他们就让我真正的参加他们的表演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拉筋的时候，就觉得很痛很痛很辛苦，但是呢，一个晚上我应该画了2个小时，我们画了2个小时来练那个舞蹈，然后结果我就可以表演，然后那个老板说，那你今天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表演，所以我就有那个经验，我就在那个当地的表演。那你也很有天分呢，练2个小时这样，可是过程来讲很辛苦啊，因为是个团队，对啊，但是一个很好的 memory。真的是好特别的经验哦！那我们一起景荣跟阿 Kimi 往前一步，就拿摄影师大哥们为他们捕捉几张美丽的照片。卖给我。好，我们要看前面哦。
接下来哦，他们还要继续拍摄好几个地方，也非常期待他们两个要有什么更精彩的画面。闪光灯不停的闪闪闪闪闪，果然是国际巨星的规格。Hello， 那还有没有人没拍到？